上次麦子在陆家坳水库钓鲢鳙暴户了，今天想再来试试运气，爽一把。今天选的钓位还是在厕所旁边的位置，这个位置离停车的地方近，搬东西比较方便，底下的水也比较深。今天的装备也和上次一样，7米2的鱼竿，5+4的线组，上钩11号伊士尼，下钩9号伊士尼，这样结合拉饵扑钓鲢鳙的同时便于大小通杀。饵料还是钓鱼王的狂鲢，下面我们正式开钓。在混养水域，下钩带拉饵，上钩带鲢鳙饵，可以统杀各个鱼种。鲢鱼，这么大的抛网有点浪费啊。啊，可以，不小。差不多。好。肉好厚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小皮。这两个家伙是完全热晕了，还是被溜得没有力气了？别急，去借口大锅，一会儿超度你们。还有一个鲢鱼。